因为咱是在信的，咱注册这间学校是咱的一贯道的学校，哦，先佛训练学院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讲，咱即摆要学的四大皆空，伊是只有心在起啊，是啥？身心性。像拄仔咱的连传师讲的，这是啥？身心性。这是啥？土土，敢是？对，地水火风。啊，搁在啥？麻烦暂停，甲好客应一下声尔。好好。啊，无好客吼，家己讲安尼，家己就只家己讲，煞会歹势，歹势歹势。来，在啥？会。会，阿哥啥？风，对，水会风，地水火，水会风，四大皆通，地水火，但是这么个人，咱在这个地球，也是无叫死人，干啥子？干啥子？过一阵，咱看咱坐椅啊，都是这死人物件组合起来，那爱有土。浇水、种树啊，到有这个茶，还好做椅啊嘛，吼、哦。该有火烧，迄枝啊才会歪嘛，吼、哦，才会当拗嘛。啊，做好油擦擦落，该风甲吹落干，啊无油漆会甲那个坐落了，袂使食。就是吼、哦，所以土、水、火、风这些因缘合合而成，造成我们。世间的这有形有相的物件，好，就这些友情其实都是因缘合合而成。就算讲咱人，也是这地行好歹的。到前天要甲咱迄落分享一下，咱先对一项是土，有这么运用的？咱的血嘛，甲骨头，甲是落上土。老师，好好的。小学老师讲一个足趣味的比喻，讲迄落咱人拢是土做的，因为女娲伊咧讲女娲造人的故事啊，吼、嗯，啊，伊讲啊，我证明你讲你露露的，不管你身躯洗偌清气，吼、哦，你讲露露的拢有仙露啊，真的，哪个是土做的？啊，但是。我们有更有根据的，我们的皮肤骨骼其实就像土一样，是我们人的基础，其他的基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人还有水，啊，水分嘛。请问各位前辈，咱地球是百分之几拢是水？七十。百分之几？百分之七十。啊，因根据统计，大约百分之七十。啊，咱人嘞？啊，是啊。我们人也大约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都是水。安尼有二秒无？嗯，哇，哦，人水小宇宙，土水啊，搁火，啊，咱人辛苦的火是啥？有啊，我透早伊个囡仔叫来起床，我规个火啊，辛苦拢是火，我水较少。哦，咱人较火，请问咱无咱隔壁的前面的手，烧烧呢？够烧烧，还是冷滴滴？烧烧啦，哦。咱的体温就是咱的血，咱敢有风？我喘气，舒服一下。哎，啊，你讲喘气，喘气就是咱的风。好，啊，咱这个人啊，这是什么？因缘合合而成。有呼吸。我们这个有形的身躯，到今天还有呼吸，有吗？哦，所以就是咱很多啊。歌词内底有讲到一句叫做“有形只是占用少用”，啊，只是少用。咱袂使无这个身躯，啊，因为我们借假修真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身躯，我们要有这个能量，才会当来修得。但个咱袂当执着，因为咱知影啥物，有一天也消失，也退化，也无去。哦，所以咱袂当执着，哦，这是四四大皆空要甲咱讲的道理。咱要珍惜咱的这个身躯，唔过咱袂当执着。说了来，
这个有讲找到自信本用。哦。来，请问各位真贤，较拄仔咱个讲师开始已经有讲到自信。嗯。啊，敢有真贤想要用你个话，来咱分享一下，啥叫自信？自信是啥物？自信不行，良心。良心本性，良心本性，来掌声鼓励。哦哦哦。那他帮助的很感谢张光凤秋啊，凤秋前前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嗯。那个主性本性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笑，你的面吗？哦，嗯，那个是听讲师讲，你那个先关注。我要讲的已经互伊讲起啊，然后，好，毋是你，目标毋是你，咱的笑面，毋是受气的时阵，吼，嘛毋是你咱忧愁甲病的时阵，嘛毋是，就算讲咱快乐乐的时阵，敢是咱的就是，快乐敢会过去？会嘛，啊，我所有的情绪拢有过去的时阵。所以你咱若咧艰苦的时阵，莫想伤济，因为伊会过去啊。吼，讲袂啊，我即吉他已经酸痛几落冬啊。等到有一天咱袂艰苦的时阵，伊就过去啊。哦，还是吼，因为外口拢安尼甲家己讲，啊，咱逐天拢爱想啥，啊，搁爱皮啥，讲想啥，搁爱皮啥，即件代志是要做。是啊，当他做到袂做的时阵，就过去啊。所以会做就做，莫想遐济，还是迄个自性本用，即马白苍苍，因为咱自性本用就是白苍苍。差不多咱个视频讲师有甲咱分享，哦，讲迄自性本用就是咱个循环。各位真贤，咱都有丢到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咱怎样三宝第六行，就是要叫我们守循。嗯。那其实咱这个体态吼，真好用，啊，真困扰。为什么？咱有目睭会看，有鼻仔听，做只臭臭，我就无爽快。哦。啊，这目睭看着，这就有水脉。咱到啥物时阵，咱会当找到咱的自性迄个空无念头的时阵，就是守住循环的时候。嗯。所以讲，咱若咧受气的时阵，你甲家己讲守住循环，关照自性，就无念头啊，就袂受气啊。迄个时阵，才是你真正的自性的所在。有法度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但是，所以有人讲吼，啥物时阵卖去坐超市，啊无你个迄落买着，做者你无用个物件，啥物时阵？巴肚枵的时阵，巴肚枵的时阵，各位前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巴肚枵的时阵去坐超市，看到一项嘛，来来，看到一项嘛，来来，看到一项，咱想嘛，做好食。做来买下来，发现，其实我本来伊只是要去买一罐豆油尔，做买遮济糖仔饼，无需要的物件，所以讲，咱的目睭拢会把咱照明来，要经常关照自信，就是守旋，呵呵，哦，安尼咱就会当清腔在调，咱的主心做位，晓得啦。来，咱个修道个方向是啥？嗯。啊，拄仔讲，牵着道理个手，咱个身躯牵着道理个手，为虾米伊要甲咱牵呢？咱有摇过细汉囡仔嘛？啊，细汉囡仔处理个时阵，咱才会甲伊牵个，因为惊伊安怎，惊伊难过。惊伊走迄落无去，但是身份嘛是同款啊，为虾米要甲咱牵呢？虽然咱已经注册啊，毋过吼，上好啊，就会害
请假困过头，干脆莫来啦。啊，所以先我爱甲人牵咧，万不哩，咱来排台，还是讲行唔着路，啊来即间，因咱即间无排好几下，当夜店面，所以方向不对，怎样？努力排队。嗯嗯。啊，若方向正确，你会较早到。所以咱个师傅讲，爱甲你牵个，互你知影你想落个方向，较袂走唔对位。嗯。想到要做啥物代，做啥物工课？学校讲课。就较目前个抗战吼，就落在这四年，这学校个抗战。学校讲课。啊，这啥？杠。杠。班班。学校讲课。就学即马咧修道的功课是这四项，啊学要学什么？礼敬啊，有礼敬啊。咱常在咧听前贤讲咱三不离，哦，到前贤要甲咱大家分享什么叫三不离？不离啥？不离佛堂。不离佛堂。佛堂。第二个不离。不离经典。哎，不离。不离真言呐。不离真言，咱想看卖啊。善知识。不离前行。什么？因为咱来了。不离善知识。是吗？很多咱来子里的这位这些前行们，他们就是有透过学习礼节，好，那在带向这百德人才嘛，不离不得，不离经典，经典内底，很多咱的刚书甲你讲的就这个四书五经。金刚经、心经，不离经典，吼，再来不离显必显，来看咱隔壁的前贤，咱甲看一下。不离显必显。咱甲看一下，吼，看我刚刚在讲什么？哇，大家拢足欢喜来到咱来学的，做会学习，迄就是咱的修道的伙伴。同修就是咱的伙伴，人讲一个人，一个人走得快，就是走路啊，一个人在走都很快，行足紧的，一个人会当行足紧，吼。啊，不过，咱若要行较远的，爱有一群人做伴。嗯。吼。啊，咱这群人来当做伴，啊，做伙是去到咱要去的所在。行，好，所以学什么？来佛堂学经典。经典已经定了咧。啊，修要修什么？修啥？修心，修心。啊，对啊，讲师父讲，修爱心，修别人，还是修家己？家己。啊，先把家己修好，吼。啊，家己要修啥？身心，身心。什么通通修嘞？身口意啊，身啊，修身，修我们的习心，对不对？修道修心，啊，这个心是什么心？要修什么心？咱要有什么心？咱的心，咱头拄仔一开始就讲啊，咱交世俗的人无同款啊。世俗的人，因修的是追求名利的心，赚钱的心。但是，咱要修的是啥？他拄仔歌词内底有讲，好发上的形状。先发形。先发的形状。啊，先发的心是啥心？公心，这公心。慈悲心。菩提心。但是，所以咱咧修的时阵，修咱爱有慈悲心，爱有菩提心。咱不是。做代志进行，咱讲，咱做代志用一个出发点，哦，咱做代志用一个出发点，嗯，哦，若讲我今日要去买菜，就是因为我下暗要请囝婿，来，就是，哦，用一个出发点，啊，咱今日做这件代志的出发点，敢是拢是好的，安尼恁就有好开心哦，咱若。要做一件代志，然后
先检视一下自己的受观点，就是咱的发心是啥物？是助己的吗？是对别人有帮助的吗？若是，安尼咱就特别发自于心甲菩提心。嗯。哦。再来，阿公啥？恭敬礼，恭德，恭德的。恭敬礼。啊，拄仔咱的讲师咧讲的。它是引经据典，是是，六座大殿。伊讲是讲迄落昨昏新闻发生的代志，无、嗯，真少，嘛是会。咧引证的时阵，就是会吼。啊，不过咱大部分咱来道中咧听的拢是真理，啥物是真理？经过几落冬拢袂变的，迄才是真理。嗯。迄才是真理，吼、哦。就算讲《论语》。那是经过多少年？是两千多，还是合情合理的啦？那个是真理。啊，搁有《心经》内底讲的，有没有哪一句是我们可以反驳的？那个是真理。啊，你若讲，我甲你讲啊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甲人讲，迄未存常识哦，你唔通讲安尼哦。讲到咧有嘴无暖哦，伊就是吼，你唔咧看内底。嗯。啊，这敢敢通讲？唔通唔通。唔通讲啦。嗯哼。因为一拜一到拜五拢无看问着，人拜咱有看啊。嗯哼哼。你着去互吐槽啊，可是吼、嗯哦，所以别人的代志，卖讲，卖讲是非。卖批评别人的家内事，咱讲拢讲真理。讲啊，我都无读遐济真道理，要讲啥？讲好话，拢讲好话，拢讲好话，吼。嗯。办啊办咧办啥？办姓书或办姓书，先试读书。小汉听起来吼，来遮安尼。唱独角戏安尼，若是在卡拢无人，啊小可来遮唱独角戏，啊来甲你讲到足欢喜安尼吼。好，小可就讲啊，我今我今日去办信书，够有？无。所以讲，各位真贤，咱唔通想讲哦办信书那就真困难。各位真贤坐伫台卡嘛是咧办信书，为虾米？因为若是无各位真贤来到遮。坐遮听，有法到即个机会来遮讲。嗯，无无无。所以，咱除了有人讲，也搁要有人听。咱除了会晓讲，咱搁爱老听。嗯听。啊，别人若讲好讲，哎，若讲好听话，咱敢是真爱听。嗯。有法即摆吼，较早真正足爱听好听话。即摆听到好听话会惊，嗯哼，小可听听，哦，若讲哦，迄个袂像你最近吼、哦，听起来活动真认真哦，会惊，因为有些以前来拢足少来，哦，啊即摆嘛足少来，咱在座的各位真贤，咱才是大部分人。逐个月拢来体会班，再来上班，上班甲来怎啊来怎啊？哦，所以听到好话，咱来听听啥？欢喜，自己敢是有真正有遐尼好，敢有人讲遐尼好？先欢喜，哦，所以听到好话爱先听，先欢喜。第二个，听到歹话要怎？要笑面啊，还是？有歹话叫吃饼，变倒，不是，吼、哦，听到歹话咱安怎？欢喜，欢喜。也是欢喜。欢喜，欢喜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啊，这若像讲对讲着听吼，啊来办办信书，咱在座各位真贤来看，已经看到足侪人在办信书啊，啊，等一下搁要离开的时阵，一个人搁会当摕到一个便当，至少一个便当。
就是咱有厨房的前天在甲咱宽咱的天道的，所以凡庆祝的机会真多真多。啊，所以咱修道的方向就是学修讲办。学后学来归纳四个字，学就是要温故知新。嗯。啊，袂当讲，我顶个月有去听体会班啊，我这个月卖会当休困嘞，会当啊。啊，不过咱若想要温故知新，咱就爱来。但是，啊修要修什么？修身心灵，克己复礼。他在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因为那条世俗的人不同款啊。咱来修道，咱有提升一寡物件无？有，咱去先生提升去设计时间，但是哦，牺牲交出因的人做伙看电视的时间，所以咱有一寡提升。因为我们在学习克制自己的欲望，我们人有我有需要，他想要爱，你想要爱，那叫做有哦。啊，咱来家听，就是咱的需要，咱应该爱爱，所以咱来克制我们的欲望，克己复礼。啊，搁有咱的所有的行为拢爱合乎咱的礼节。为什么礼节这么重要？因为礼节就是由外而内在形塑我们的气质，所以你若有人讲，哦，这白衫穿落，气质拢无啥共款，哦，这由外而内的塑造。这样搁咱唔通等于换家己的变服了，怎啊无共款？因为咱由外而内要形塑我们的气质，咱的气质嘛爱新花啦，咱不管穿啥物衫。因为咱我来修，我们克己复礼，礼这个字是如影随形的。咱讲到对，就是一个有礼的，哎，谦虚好礼，安尼。嗯。啊，讲爱讲讲啥物？讲爱讲钱。讲到这讲礼。啊，我有讲到讲话，讲爱讲钱讲礼。啊，讲爱讲话，四个字，刚刚后续还没讲，我们听一下。因为咱不知，咱讲咱修的，大部分的时间爱用来办性事，但是咱嘛有世俗的代志，处理的代志很好办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这四个不管是办性事，还是办咱处理的代志，都会当叫做尽份随缘，尽咱的本分，让哥咱来随缘，为什么？尽份，它不是被动的压力，是主动的努力。什么叫做尽份？嗯，这是咱来经营，咱来去做。哦，就是讲，咱囡仔六点十五要去坐交通车，咱五点半来起来煮早顿。各位妈妈敢是安尼？哦，暗时五点转来要食暗顿，咱四点就爱甲你。用了做啊，一顿来，用了吃饭啊，尽咱的本分。啊，随缘是啥物？随缘不是消极的放弃，是体谅包容的一份心意。咱讲啊，迄个今日我厝边我招伊来开会班，吼，啊也无啥物代志，甲我讲咧无闲，啊我知知的啦。现在伊就是等一下要叫伊叫去食菜市啊，尔啊，啊唔来，哦，菜市啊，门啊坐较细啊，哦，随缘，哦，啊伊即摆都叫袂上，讲要来，咱就搁较后台搁较鼓励落去啊，体谅包容的一份心，所以咱在做代志，尽份随缘。好，来张队给，请来温故知新一下。学要学什么？是以温故知新。温故。修要修什么？修。修身苦力。所想要讲的怎样？合情。还要尽份。尽份。谁？尽份。当家己拍破阿哥的。学好背这几句背真久，恁马上背起来。
所以讲，我挂出来的，咱提升安定修，认理实修，不是认人，不是认什么环境，因为人家环境都是空的，就是有真理是不变的，所以咱尽力实修。随喜包容，包容这个观念，他都要随缘，咱都有讲过啊，啊随喜嘞，什么叫做随喜啊？有通一早知影什么叫做随喜？我讲啊，哦，啊人咧欢喜对人欢喜安尼意思，哦，啊人咧艰苦啊对艰苦安尼，安尼就靠感觉家己做要真好，有通不了才知影什么叫做随喜。别人有高兴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随他欢喜是没错。这个随喜可以杜绝我们的克制我们的什么心？嫉妒。嫉妒心。嫉妒心。那有时阵，咱有时阵看到人，咧享乐，人咧好食，人咧住近处，会安怎？会心生咩？除了可以杜绝我们的嫉妒心，还当牵制我们的精神的心，就是伊欢喜就好，哦，伊住了安尼真欢喜真好，啊我住安尼嘛是真舒适，嘛是真自在，安尼好好，啊无，咱就一直咧牵制别人，啊一直拢袂快，啊咱乃当随喜。想讲讲一个，他不是那么这世俗的例子，就是有时阵，咱的同事哦，因为互相食素嘛，啊同事食素嘛，哦是去聚餐的时阵，啊同事规桌顶吼，满汉全席都是海鲜啊，哎，食甲真欢喜，啊讲哎没准啊。是，你拢看我食，有好食的时阵，就会表面讲一句话。其实有好食心内想讲，食遐唔好，但是表面咱随时会讲安怎，看恁食我就欢喜啊，安尼较随缘啦。无人咧讲，迄落食了真欢喜，食遐唔好，不环保。不慈悲，你卡蛮动开，你卡越你动越卡，你卡蛮不红动。不要这样随喜包容，好不好？因缘成熟，他自然就会跟着你走。或者是说他自己有自己的因缘，最后我们要能够用己心达天心，咱就是要找到咱的自性本源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条路，咱咧踮咱咧坐的时阵，都有一条路啊，吼，啊，迄条路爱对袂起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自信嘛，对不对？吼，修咱的自信、温柔、天公路，安尼咱的生活才会当传扬，咱才会当牵咱去咱想要去的所在。吼，咱会当，咱才会当伫修到一条路，行到真自在。他连个做顺时哦，各位真嘿，那个我刚刚修福就是一帆风顺，顺顺利利，生活无离无别无痛，赚大钱，敢有？无，修到这条路是准准的，有起有落，要唔过只要你的方向正确，咱就袂惊唔着。咱有一天会去咱想要去的所在，莫讲有一天啊，咱逐天拢会当有欢喜自在的时间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安尼，就较讲到这，咱过来笑一届，好不好？好。咱这届。